它会餐是蜜瓜佐西班牙腊肠，那我们哈密瓜是选自台南将军区，是采用自然熟成的方式，甜度高达15分哦。那搭配着我们西班牙腊肠，沾着莓果酱一起入口，10分的对味呢。你好，这是我们的无毒虾沙拉。我们的无毒虾是选自于弥陀，采不伤害环境生态养殖的白虾，那搭配的主厨最经典的和风酱汁，吃起来呢非常的爽口，也是本店的招牌沙拉哦。这是我们的法式面包，我们的法式面包的面粉是由法国进口，并且纯手工制作，搭配着我们音乐盒特调配方，秉持着法式面包的口感。你好，这是我们的南瓜汤，南瓜是选自于林园的南瓜，我们将它放置最香甜的熟度，以简单的水煮手法，只添加些许的盐做调味，让您品尝到最原始最道地的南瓜。哇，好大一块猪排哦！这是我们的战斧猪排，战斧猪排呢是选自于嘉义的自然猪，在养殖过程中呢不添加任何化学药物饲料，是15人养一头猪哦，吃起来呢相当的 juicy， 然后搭配着我们的莓果酱及玫瑰盐，更带出猪排的甜味，是本店的热门商品之一哦。你好，今天的甜点是熔岩巧克力。我们的熔岩巧克力呢，外皮硬脆，内夹着浓郁的巧克力浆，搭配着香草冰淇淋及在地季节水果，是很典型的法式甜点。你好，我们的精选热茶品是日月潭红茶。日月潭红茶呢，是使用自然农法栽培，坚持手采的有机红茶，让您喝起来更加的安心。